潮来来。好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个柜台钥匙已经有了哈，所以我们先回去，因为那个真的两个多小时真的太久了，因为那个离我们吃饭餐厅很近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上去回到这个饭店，拿钥匙给大家去，给大家上楼之后，大家把行李放好，然后可能清醒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大概看我们发完钥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跟大家讲，我们下来。之后呢，我们再到那个 mall 哈，那个 mall， 然后才这个直接去晚餐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好了。啊？因为那个两个多小时真的太久了。嗯。这边是交通部，交通局。这边。当地的交通局。哦。哎，你看这样办齐了吧？真的是这样。对呀、啊。我们就为了昨天的事情。昨天的事情吧。嗯、结果都不是大事，都大难。我大家哪有想？我是讲，大家拢讲自卫啦。自卫就是你断了，我就把你断回来。对啊，那不高兴就拿着枪到处抢。谁晓得谁心情在什么时候不好？开玩笑的，而且你讲的笑的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谁的心情会不好？那、啊、你就要自求多福，好大力。其实那个都没办法，对、啊、觉得那个保险很重，因为你真的不讲。有啊，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，啊、上什么事。对啊。到处都是的，台湾这个等等。没这么好奇，所以下面是他出来就哒哒哒哒哒，只有那边政府。我们那边是黑道的，那里。那个机会相对要少的。